陶孟德潼关战马超，让马超给杀的大败。这么一位显赫的曹丞相，在两军阵前直落的是隔须弃袍啊，胡子也割掉了，大红袍下边也脱了。就那样，马超也是苦追不舍。他跑到路边几棵杨树前，曹操不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名儿，感情这儿叫七棵杨。路边孤零零就是这么七棵大杨树，他想在这儿歇一会儿。马超已经到他背后了，鸣枪就刺。曹操大叫一声，由马上掉下去了，让马超把曹操刺死了。没有，那么咔嚓这一声，那枪刺哪儿了？刺那树干上了。您就知道马超使了多大劲儿得了，那枪尖儿整个刺进去80%，甭问马超使了多大的力量，就是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那大杨树啊，哗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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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树干直颤，树头乱摇啊，噼啪啦啪啦啪啦，杨树叶子纷纷四落，把曹操吓得魂都飞了。他赶忙由地上爬起来，二次搬鞍上马，继续跑啊。马超怎么不再给他来一枪啊？嗨，马超那枪扎在树干里边就起不出来了，他得用力往下拔。等把枪拔出来的时候，曹操已经跑出好远了。那马超也不舍呀，用枪杆子狠狠抽了这坐马一下，这马这么一撒欢，由打后边又追上来。这时候曹操浑身上下那神经都木了，曹操心说，今儿我这算是彻底完了，这马超说什么也不舍我呀，多新鲜，你把人家父亲兄弟都给杀害了，人家能饶得了你吗？就在这时，只听路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声，反贼马超休伤无主。随着这喊声，有一员大将拦住了马超的去路。谁呀？曹洪。他是举刀就劈，马超是挺枪迎战，那曹洪血气方刚，刀法纯熟啊。可是曹洪今儿在马超的马前呢，只走了30几个回合，刀法就乱了，就有点招架不住了。正在这危急的时候，夏侯渊杀过来了，他们双战马超啊。这时候曹兵是越聚越多，马超一边打着用眼这么一撒嘛，曹操不见了，马超也无心恋战了，一带坐骑向潼关的方向跑下去了。夏侯渊和曹洪啊也没敢苦追，马超回去了，回去回去吧。我的个天哪，这匹野马咱没见过这么横的人，快找找咱们的丞相吧。大伙找了半天找着了，曹丞相啊在那石头旁边那草窠里边那蹲着呢。夏侯渊和曹洪过来赶快把丞相搀扶起来，扶上了马回到大营。来到大营才知道，幸亏曹仁据守了营寨，不然呢老窝都让人家给端了。哎呦，众将都过来了，全给曹操道经啊。一边道经一边瞅着曹操那相，谁也不敢乐，心说我们丞相怎么这样。曹丞相不在乎这，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该摆谱的时候得摆，丢人呢也是常事儿。曹丞相又乐，哈哈哈哈，列位将军为我担心了，确实也很危险呐。这马儿十分凶猛，老夫险险受了他的暗算。大伙一听还暗算呢，人家明扎什么暗算呢？谁跟丞相抬这杠啊？曹操看了看曹洪，嘿嘿，幸亏是曹洪啊，如果我要不听众将的说劝，杀了曹洪，老夫今日命也休矣。吩咐人
重赏曹洪、曹仁，功赏过罚嘛。曹操刚赏完了几将，就听有人来报，报，报上来，马超讨战啊。曹操用手这么一拢，他想拢拢胡须，什么全没了。众将也笑了，曹操自己也乐了，嘿嘿，他又来了，好，哎呀，这是真干呢，别理他，免战牌高悬，从今日起深沟高垒，绝不出战。众将一听泄气了，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打怕了，从今儿个起呀，深沟高垒，不出战了，把免战牌挑出去了。马超领着军校在营前大骂，探报进来，启禀丞相，马超在营门外骂阵。曹操一听，微微一笑，嘿嘿，他不嫌费力气，就让他骂去呗。来，击鼓答之，不要理他。他只要在咱们营门那儿骂阵，你们就敲鼓。这叫什么主意啊？一连十天，曹操一仗也没开。众将议论纷纷。我说啊，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杀破胆了，马超连连来骂阵，怎么就不出战呢？这也太难了，这西凉兵的威风也太大，咱们这锐气也太简了。这议论让曹操听见了，立刻升帐。哦，李威，我不与马儿交锋，老夫自有主张。我正在拟定胜敌之策。你们在议论什么？整个营中如有言战者，立斩。谁要说出去打仗去，杀了他。吓得众将都不敢言语了。大伙儿心说，等着吧，等着丞相这胜敌之策吧。过了两天，有探报来报，禀丞相，马超在潼关增兵，又添了20000西凉人马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来得好。众文武听着更觉得别扭了，也奇怪，怎么人家潼关马超增兵，咱们丞相反倒乐了呢？没明白，咱问问不行吗？有几个谋士武将过来这么一问，曹操一听，什么？你们问我笑什么呀？为什么听见潼关增兵，我反倒乐了？就是，呵呵，军机不可泄露，现在我先不能告诉你们，等我胜马超之后，再和你们说也不迟。众将一听啊，这丞相是跟咱们吹牛腿呢，看来现在丞相让马超啊给吓晕了，根本不敢出去打去了，人家添人马他还傻乐呢。哎呀，咱丞相没这样过呀，自从领着咱们出征以来，可以说旌旗指处，所向披靡呀，就是在赤壁吃了个亏，那要不是有诸葛亮帮着江东啊，周瑜也打不了那个胜仗。可今儿咱们丞相怎么变得这样了？又过了几天，潼关的马超又在增兵。曹操听说之后，鼓掌大笑，吩咐人就在大帐之中是摆酒畅饮。潼关马超不是增兵了吗？咱们喝呀，咱们庆贺。马超这就要快败了，大伙简直是掉得屋里屋里了，全糊涂了。喝这酒啊，简直是糊涂酒。曹操一看，个个都在交头接耳。呵呵，列位，你们看老夫深沟高垒，不与马儿接战，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？是不是觉得老夫胆怯？有些人点头，是这意思。呵呵，非也，不对。我是在想办法破马超，不过一时之间我还没太想好。那么在座的诸公对我这个不战马超都有些想法，请问
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呢？咱们今儿喝着酒也没什么事儿，马超骂战让他骂他的，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喝着，你们给我献个策我听听。有人就说了，丞相，我看咱们这是惧怕马超，西凉兵缩标很厉害，但是咱们有强弓硬弩啊，可以破他呀，也不能就这么天天挂着免战牌呀。嗯，不能硬取啊，即便不能硬取，那么智取，这智又何在呢？这时武将徐晃过来，丞相，我倒想了一个计策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哎，公明，你说说我听听。丞相，在潼关西边有一道河叫蒲板金呢，咱们是不是派一哨人马偷偷的由这河这儿渡过去，埋伏在山谷之中，切断马超的后路，丞相您领兵去攻城，我们在后边往上这么一接应，使马超腹背受敌，我看他是即日可破呀。哎，嘿嘿嘿，曹操一听，公明，你这个计策想得不错呀，和我想的一起去了。我也想暗渡渭水，两气夹攻偷袭马超，使我复得潼关，马儿必然遭擒呢。但是偷渡必须诡秘呀，不能让潼关的探报有丝毫之脚差。常言说，兵无常形，以诡诈为道。这话是谁说的？曹操说的。曹操著过兵书，军事家吗？他得有理论呢。什么叫兵无常形啊？比方说，能可以打胜，但是不打。没败，败了，能把这地方守住，不守了，你看着很紧张，实际很松弛。你看着很懈怠，实际是戒备森严，这叫兵无常形啊，以诡诈为道。春秋时期孙子著兵书说，兵者诡道也，就是声东击西呀，说南去北。曹操嘱咐徐晃，渡这个蒲板金可以，但是绝不能叫马超发现。我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，让你带着朱灵领4000人马偷渡蒲板金，老夫兵过渭河，但愿此战成功。遵令。哎，众文武一瞧，这还差不离儿，咱们得有点行动啊，光这么在这儿守着不是个事儿啊。曹操把徐晃、朱灵打发走了，然后又派曹洪去渭水河边准备船筏，老夫要亲渡渭水。曹洪领着几百军校准备船去了。曹操这事儿做得挺诡秘，可你诡人家也诡啊。曹兵偷渡蒲板金，背船越渭水，马超知道了。马超这些日子挺着急呀，急什么呀？按照他的想法，他想速战速决，因为他领着这么多的西凉兵兵屯潼关这儿，离西凉路途又远，运粮也比较困难。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要是兴动10万兵啊，加上辎重、粮台、运输、寄养、后防，就一切全算上，一天要浪费千金，就这一天就得1000两金子。马超几十万人马住的潼关这儿，曹操总不打，所以他着急，他想急于取胜。其实兵家最反对这个急躁，这个兵一躁，打仗就容易吃亏啊。马超现在一听，什么曹操暗渡蒲板金，在渭水河边备船呢，他要干什么呀？
他赶忙把韩遂给请来了，说曹操偷渡渭水，恐怕有什么诡计吧。叔叔，您在潼关把守着，我把人马带出去，兵闸北岸，我看看曹操的动静。韩遂一听，哎，那哪行啊，贤侄啊，曹操偷渡蒲坂津，看来他是要截断我们的归路啊，使我们腹背受敌，首尾难顾。叔父，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你不能把人马扎在北岸，那种以逸待劳的办法不行。咱不能等着曹操把人马由打河这边全带过去，兵书说半渡可击吗？等他往那边运兵的时候，运了一半，这时候你出兵去打，一战可取全胜。叔父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，谅曹操插翅难逃。马超立刻传令，让庞德在左，马岱在右，自己居中，领精兵5000，悄悄地由潼关城中杀出来了。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？正在那儿渡河呢。他领着人马来到河边一看，嘿嘿，曹洪真不善呐、啊！在短短的时间内，准备了这么多船只，哼，可谓将才呀！曹操把手中的令旗这么一摆，吩咐三军渡河。军校开始渡河了，曹操就在这河边岸上找了一块大石，带着他手下的虎卫军几百人，曹操往这石头上这么一坐，手按宝剑，看着他这些军校渡河。正渡的一半，忽然听北边一声炮响，到跟着传来了喊杀之声，有人禀报曹操，启禀丞相，马超领人马杀上来了。嗯，莫要慌张，继续渡河。曹操像没这么回事儿似的，他告诉军校，你们忙什么呀，紧张什么呀，该渡还渡，马超离这儿远着的呢。什么远着的呢？只听稀噜噜一声马嘶啊，这声马叫好似龙吟虎啸。曹军的战将有的很熟悉马超了，一听这个战马叫就知道这是马超坐下的粉丁玉龙驹在叫。马超来了，曹操啊坐在那儿巍然不动，稳稳当当的督促着他的三军渡河。马超的人马是越来越近，有人禀报曹操，启禀丞相，大事不好，敌军近在咫尺，请丞相定夺，您赶快想个主意吧。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大胆，老夫夜渡渭水，有神出鬼没之妙，哪个敢扰乱军心，定斩不容。探报吓得打了个滚跑了，不敢往下再说了。曹操连头都没回，还在这儿稳稳当当坐着。曹操怎么这么稳当？他为什么不跑呢？他为什么不想对策呢？难道曹操不紧张吗？他相当紧张，不过表面让你看不出来，他装得太镇静了，就像那鸭子在河面上一样，你看他多么悠闲呢、啊、实际您可不知道，他那两个鸭掌在那水里头是紧子扑腾啊。曹操啊就这意思。那么曹操这是什么把戏呢？他知道马超此来来者不善，这是兵书上所说的半渡可击呀、啊、我要是一慌啊，可就糟了，马超一鼓而下，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曹操身为当朝的宰相，那是为大将，古语云将不畏伪呀、啊、泰山崩于前而脸不改色，越到危险的时候
身为大将的，为主帅的，越得沉着，稳定军心，才能不慌不乱呢。可是文也得看个火候啊，马超都到了跟前了，曹操还坐在这安军心呢。由于发现了西凉人马越来越近了，这曹家军校是弃暗夺周啊，争先恐后，你争我抢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通，稀里哗呀，又有上得了船的，有上不去船的，也有掉水里的，你瞧这乱。曹操这气，心说这么乱怎么能行啊？哎，三军休得惊慌，能不慌吗？马超眼看到了跟前了，这时候啊，靠河边有一条大船，船上站立一将，正是许褚。许褚一看不好，他赶忙弃舟登岸，腾腾腾几步跑到曹操的跟前，禀丞相，贼兵已至。仲康，你怎么也惊慌起来了？马超的人马离这儿还远着的呢，即便孟骑马儿来到老夫的跟前，又有何惧啊？许褚定睛一看，都看见西凉马超的帅子旗了，旗下一将白盔白甲玉龙驹，手提亮银枪，那不是马超吗？还远着呢。丞相，马超就在眼前。说着，许褚用手这么一指，曹操不信呢，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。他一看马超离他呀，也就是一百来步吧。快走吧，丞相！说着，许褚就把曹操给搀起来了。一搀呢，没搀动，怎么回事啊？曹操这身子有点往下沉，这俩腿感觉不好使了，有点发木，僵了。一抬腿啊，是抡右胳膊，迈右脚，一顺偏了都。许褚心说：“就您这还又有何惧呢？不惧能这模样吗？”开始许褚搀着曹操跑，跑了没几步啊，就改成拉着他跑了。拉着也太慢了，许褚一看，干脆我背着您得了。腾的一下，他往下一俯身，就把曹操给背起来。背起曹操跑到河边一看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刚才自己唱的那船呢，已经支走了，离着这河岸有一丈多远。他点手叫，叫也来不及了。船上有好多军校，乱糟糟的，也听不清楚。自己又不能背着丞相在河边这儿过久耽搁，马超已经到了跟前了。许褚这么一着急，干脆我背着丞相往船上跳吧。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，俩腿一绷紧，腾嗖，咚，蹦到船上去了。我的个天，许褚那块儿重铠在身，身后边又背着一曹操，那曹操不是皮包骨，骨外一张皮，胖不伦敦，浑身上下全肉，曹操进来也是蛮松心的呀。俩人搁一块儿，四百来斤落在这船上了，这船能受得了吗？咚，许褚这一砸是一头沉呢，您再看那边，咣，二多人劈得扑通劈得扑通，像下馄饨似的，全掉河里了，就差那么一丁点儿，这船就扣了。幸亏许褚往前这么一抢身，他找了个平衡，这船哇，这才稳当了一点。船上那些撑船水手都火了，这谁呀？怎么好模大样的往船上扔磨盘呢？注目一看，不是，是活人，本想吵闹两句，仔细一瞅啊，是大将许褚和丞相，吓得谁也没敢言语。掉到水里那些个都不干了，都想往船上爬呀，船正命啊，噼里扑噜都扒船。许褚一看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怎么他们扒的这船又要翻个？气得许褚抡起手中短刀，咔咔咔一起乱砍呐、啊！哎呦，断臂断手的不计其数啊！许褚吩咐开船。这时候马超就到了河边了，马超看得很清楚，有一将背着曹操飞身上了船了。马超传令，给我开弓放箭，乱箭齐发，像雨点冰雹一样，目标集中啊，就是许褚曹操这条船。
船上那些水手一个个是应声落水，都给射死了。西凉的弓箭手真厉害，把曹操吓得往下这么一俯身，趴在船上，俩手抱着许褚的大腿，那脸呢往许褚脚面上这么一贴，嘿，跟一只小猫似的。您瞧曹操这惨相，刚才暗箭挺身坐在岸边石头上，那派头呢全没了。许褚啊着了慌了，怎么这水手都落水了，这船它不稳当了，滴溜溜在水面上一个劲儿直打旋啊，既得有撑船的还得有掌舵的。许褚要雇了掌舵没人撑船，雇了撑船没人掌舵。现在许褚看自己驾着的这只小舟干在这儿转摸摸不动地方，他可着了急了。如果要是许褚自己，他就不慌了，因为曹丞相在船上，而且敌军列于岸上，弓箭到现在一刻不停啊，还往这儿射着呢。许褚一着急，哎呦咔哧，他用双腿把那舵就给夹住了，他两腿一用力，肩背这么一摇，哎，这船稳当了，走直线了，把舵掌住了。然后许褚是右手撑镐，左手举着马鞍子。举马鞍子干嘛呀？给曹丞相避箭呢。这时候许褚啊是奋神威啊，驾小舟奔对岸，这边岸上的马超是盯准了不放啊，他把手里头银枪这么一摇，那意思你们集中所有的弓箭就给我往这小船上射，一定要把曹操给我射死。哎呀，就一眨眼的功夫，许褚手里那马鞍子那箭都射满了，跟刺猬一样了。此时许褚身上也中箭几十支啊，好不容易许褚才把这只小舟摇到对岸，他被马鞍这么一扔，扶着曹操上了岸。曹操站起身来，转过脸来一看，眼圈都红了，怎么看许褚为我身中数箭。许褚微微一笑，丞相您不必为我担忧，请您整顿人马在此守候，我杀回去，我定取马超首级献于丞相的面前，马儿特已猖獗，许褚今在丞相面前若不灭此贼，誓不为将，我就不配是您手下的上将。许褚要裸衣战马超。